就係咁樣計嘅啦。理解嗱，咁啊，師傅，即係之前我又聽你講過啦。嗱、如果有啲即係可能，例如個名 ，OK， 本身改咗，唔係即刻改得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咧？你有講過嘅就係英文名。哦。但係好似似乎係咪喺呢個例子上面，連大仔英文名都領嘅嘢咧？啊，好神奇嘅。係。係啦。原來在英文名字其實我們有得計數的，將英文名字化回我們中國的五行數、其實一樣是看得到所有的事情的。用什麼原理呢、其實原理都是用筆畫，你就計算筆畫、你計算筆畫，然後你懂得那個、組合的理論，那就可以知道了。那麼巧呢，這個名字呢跟上面的中文名字是完全是相配的、okay. 完全是 又是一時好一時不好的名字，即是一時貴一點一時沒那麼貴的、即中英文名字都是配的，所以很特別這兩個名字，所以我們特意拿出來去說的、okay. 而小仔的名字呢也都是賺錢的名字、就是這麼神奇這個世界、它配出來呢中英文名字都是，不過一般呢我們說的姓名學呢主力，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咧，我哋就係以中文名為主嘅，係啦，咁就英文名咧為輔助力，咁當然鬼佬就梗係以英文名為主啦，係，係嘛，咁所以其實咧，原來呢個世界咧好多嘢都係安排咗，你有呢個名，佢會產生呢個磁場，係點樣影響你個思維、行為同埋個結果咁樣啦。